现在是清晨清晨五点，二龙河，蛮漂亮的，应该蛮多鱼的。待会这边调查，这边是二龙河跟这个德子口溪的水门，也算是一个公共的调查。感觉小鱼很多，对，试试。水流不太正常，鱼很弱，那捞到一条刚刚死的，不死了，浮头了，阿妈鱼。九十啊，水质明显都有，鱼玻璃太大只了吧。夸张耶，大只的金宝螺也太大了吧！这捞一条呢，就丢，好大条！这水质是有问题吗？会钓不到，一条都没活力。哇，那几只捞丢啊！很大喜庆，你是要钓鱼啊？用捞的，都未行。够个行，提个行动。哇，死很多呢，直接捞一捞到了。
还有泰国蓟，全部缺氧。什么情况？可能是水质的关系。哇，不可能是浮潮，死很多哎。我要拉爽爽阵地。死很多，哇，拉一点，难呢。啊，照理说是不会死，那我们鱼冲生很难。干美心又好，岸边一堆死掉的，活力不太好，有点怪怪的，就这样子，活力很奇怪。我钓鱼啊，变成在捞，我的心又好。这个鱼真长得很厉害呢。泰国蓟鱼啊，红色的。标准泰国蓟鱼，这不是武昌啊，很漂亮。
泰国鲫鱼有胡须耶，还有胡须，这里它蛮厚的，好上瘾。今天的钓游就到此结束，我人在宜兰的这个二龙溪这边，好啦，要去接着地方看一下好了。哦，水质有氧化严重，应该是阿福。